大家好，我是 Aries。 看到我身旁的这个画面，就算没玩过的玩家应该也看过这评价非常高的影片吧。死亡之岛真的是一款非常火红的游戏哦，不仅在僵尸游戏泛滥的时代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就连发售佳绩也在电玩界是数一数二的传奇呢。现在还要推出 HD 版本的合集消息哦，一起来看看吧。没有错没有错，就是这些预告画面让死亡之岛不仅游戏超红，就连预告也特别有 feel。 由波兰开发商 Techland 开发死亡之岛，自2011年发售创下了非常亮眼的佳绩，也是僵尸题材的经典游戏作品。有玩过的玩家应该都对这个度假岛屿变成凄惨炼狱的灾情非常印象深刻，不管是要一个人勇闯还是揪朋友合作探险，死亡之岛都有不同层次的游戏性，加上延伸续作《死亡之岛激流》，更让这个岛屿有深入完整的故事剧情。正宗续作《死亡之岛2》更是玩家们期待排行榜之一。什么？你还没玩过吗？没关系，这次官方宣布将会推出《死亡之岛》与《死亡之岛激流》的高解析度移植合集《死亡之岛决定版》，让这悲惨岛屿的故事用高画质一次满足。还没玩过的玩家，或是想要复习旧作的，不妨考虑入手一下喽。